来歌颂你的美名，愿你喜悦今日我们所献上的诗歌敬拜。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同心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慈爱的主，一群谦卑的仆人诚心的仰望你，愿你的光来照亮我们心中的幽暗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感谢你所赐的一切救恩，为我们罪的赦免，让我们今日得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因着你十诫之下宝贵的救恩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领受你那满满的爱与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是世上的光，道上的灯，时时引导我们走在义的道路上，让我们不偏移，时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工尽都能顺利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一生做光明之子，并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行真理的必然救光，来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教导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要将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今日你要再次透过信人传道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，恳求主恩膏传道的口和会众的耳，让我们所听到的尽都能明白。主啊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修剪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同等的荣耀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圣尊名求，阿门。现在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。我是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拿勒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和宗主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请一起来恭读上帝活命的话语。我们今日的圣经呢，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4到2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而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并他们的罪就是在死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好，那我们恭请以信人传道来为我们讲。那传道。